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是蓝鸟投资的 CEO。 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？一定要让你为之前的错误付出代价。你们两个就是命中注定，天生一对。我跟他现在和以后绝不会有任何关系。我最近真是加班太累了，我再来一次。你到底为什么非要赖到我家？金总，请你自重。她是我儿子的妈，她也只是你儿子的妈。这不就是偶像剧里的桥段吗？这种英雄救美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我？姐姐，不是你喜欢一个人，别人就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吃惯了生活的甜，我真吃不惯这爱情的苦。你觉得你会不会重新喜欢上你？我们已经因为彼此的错误浪费了五年，不应该再浪费更多的时间。可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不是一百分的信任，我们宁愿不要。动动脑子好不好？那个女人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自信。哼！追爱大联盟成立。你这样纯粹的人就值得一份纯粹的感情。你在他那是北体男二，在我这儿你是绝对的男主角。陈家俊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女朋友啊。我想做一件疯狂的事。老婆加油，老公永远支持你。年下不叫姐，心思有点野啊，陈家俊。我要是救你。只有两颗心不曾离开，总有一天会相遇。现在这一刻，我想要共度余生的人是你。